大家好，我来自山东，是一位下肢瘫痪的军人小伙。每天的我都在努力着康复锻炼，希望医学有突破的那一天，让我重新能够站起来。大家看到的是我很瘦很瘦的双腿，因为胸椎的损伤，下身也没有了一点知觉。双腿不受大脑的控制，没有平衡感，双脚也萎缩得不成样子了。如果不用双手扶着双腿，我是根本起不来的。愿家人朋友看到励志阳光的我，可以给予我一份帮助与力量。在茫茫的人海中，我们相遇了，留下您的爱心与关注吧。愿您幸福美满，加油！